经验之谈啊，咱们在选洁厕剂的时候一定要选能挂住的，只有挂住了才能充分溶解污渍。现在五分钟过去了，还在上面泡着呢。它的喷口是带弧度的，可以更好的贴合，这样边角都可以泡到了。家里的水池浴缸都可以用它清洁，不伤釉面，还有一股淡淡的松木香。超市里一瓶咱们到手有三瓶呢。